在国外，甚至于在我们台湾呢，很多其实我们的车主他们喜欢的配备都不一样。乃哥是不是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在国外呢前五名最喜欢的配备有哪些？其实啊，讲到汽车啊，我们都印象最深的就是说汽车文化最底蕴最深的啊，应该就是英国。所以我们从他山之石可以攻错的概念来看的话，英国人他最懂车，那他最想要什么配备？我跟你讲，看了一下啊，整理一下一到五名之后，我就发现英国人好可怜哦。有没有发现第一名竟然是恒温空调、蓝牙，然后第三名加热式的挡风玻璃，第四名卫星导航，第五名倒车显影。其实这些看起来，因为台湾因为气候的关系，所以我们的温差很少超过20度。我说一般我们居住的城市来说话，不像英国，它的温差可能会差那么多，所以恒温空调不是空调，是恒温空调。但是加热玻璃也是，我觉得是气候的关系啊、那加热玻璃，像我之前在国外的时候，冬天会下雪嘛，对，有加热玻璃跟没有加热玻璃差很多，天差地别。那但是加热玻璃也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它跟后挡的加风加热玻璃是一样，就是说你破掉啊，很麻烦。很麻烦的意思就是换一片会比较贵，对，很贵，因为它那很细很细很细。我印象中台湾，我看过两台车有加热玻璃，一个是 Land Rover 的车，然后一个是之前的酷咖，它顶级版有加热玻璃，也就是代表它是原汁原味国外进来的那个配备，它没有拿掉，所以它有一个加热玻璃。其实，在台湾，其实我说真的，那时候我在试车的时候，我看到这个加热玻璃完全不需要使用，因为我们的空调在除雾的方面都可以去足够应付台湾的气候。所以我们来看看台湾人到底喜欢什么样子的一个配备呢，麦斯？通常啊，国产车来说的话呢，原则上就是能改什么你就尽量改，因为它受限于成本的关系，所以它可能原厂配的东西基本上它的等级可能都是一般般而已。对，所以比如说音响，大家可能就会想说啊，我要换一个进口的，我换一个好一点的喇叭。基本上呢，你可以改的话呢，那台湾也都有这一些的相关配备可以改。所以呢，在国产车来讲的话，我觉得它的空间比较大，就是你想要改什么，你要改外观、改保险管、改避震器，什么都可以。进口车大家都是在比原厂，比谁的车最原厂。它甚至比到就是说我连这个铝圈啊，甚至连后面这个急救包，你如果说你二手车要卖掉的话，我的这个原厂急救包还在的话，这其实是有加分的，代表说我这台车我保护的非常好。而且呢，因为像有些东西来说的话，你如果不是原厂选配来讲的话，它会有一些危险性，尤其像电系的部分，像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最流行的，比如说像 ACC 的跟车系统，它是必须要整合整个机电的系统，比如说我要雷达的测距啊，那这个雷达它有牵涉到说我有没有去送验，那它会不会产生干扰？那这个整个规范来讲是非常严格。那啊，比如说像气压悬吊，这个也都是台湾厂商，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开到改装厂说，老板，我想要去改个气压悬吊，或者说我想要改个，这个车距跟车系统，这个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要在跟业务下订单的时候，你就要跟业务讲好说，我这些配备我要原厂的，我不要台装的。那这就是我们行话叫所谓的得定。所以说我这个订单下去之后，我这个价钱加上去之后呢，由德国那边的原厂来帮我做这样子一个配置。那如果像国产车来讲，因为之前其实我发现一些纠纷，就是比如说像倒车显影，他当初就没有讲好说我是要装所谓的德国原厂，还是说我来台湾加装。因为有些到台湾加装的话，他可能会在你车上打洞，因为他拉线，那他的这个电系的部分可能就会不稳。我举一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之前要去装这个行车记录器，因为行车记录器很热门嘛，他去装行车记录器，那老板就跟我讲说，你是什么车？我说什么车有差吗？要装行车记录器不能装？他说，因为我们行车记录器的电源要从这个保险丝要再额外装个开关。我说那这也很正常。我说这个电机来讲的话，工程技术不是太难。他说可是呢，就是一般的车子都可以装，可是遇到 hybrid 的车子，他就觉得很奇怪，他就会产生，他就是我装了之后，我就是按照一样的方法装进去之后，车子就是不能发动。是因为它是油电车的关系？对，他说它的结构就是比较复杂，就是说它有个安全性的回路还是什么的，它这个部分是它没有办法突破。动到原厂，就是说你动了原厂的这个电路设计来讲的话，第一个会有保护问题，第二个他就说我没有办法，那我只要把这个东西拆掉，再接回去原厂线，它又可以发动，但是装了就是不能发动。所以你如果在进口车的话，我都会建议说，尽量你就是在原厂的配备的这个清单里面去做加权就好。
所以其实观众朋友看到这个，我们统计出来这个八个选项啊，我觉得其实大家都还蛮有感的。因为有时候我们像我个人会觉得说，像这种 MP3 的播放，基本上我会觉得不太需要。可是有很多人喜欢在车上听音乐的，也许这个就对他来讲很需要了。那我们就来听听嘉莹怎么说，女孩子呢，对于车上的一些配备，哪些东西你是觉得真的还不错的？其实以一般女性车主来说，刚刚乃哥就开玩笑，一定要有那个化妆镜，那是标准配备。对，而且化妆镜要大又有加灯光。对，确实有一款车不是在那个中央扶手拿起来就可以。对，这个是必要的。那当然还有女孩子希望是能够比较轻手的方向盘，那这其实已经都算是最基本了。现在根据车厂它做一个排行统计啊，前五名的第一名冠军呢，就是这个我们的电动尾门。因为女孩子都会喜欢逛街，百货公司也好，大卖场也好，你一定是大包小包的，然后你还要再去开那个尾门，你哪来的手？对，所以其实有时候轻轻一个按钮，甚至现在有一些已经就是进阶到像那个感应式尾门，它就是用脚，你伸个腿感应它就开，你伸个腿感应它就关。所以其实对我们女孩子来说，其实是能够很优雅的把东西放上车，再很优雅的上车。因为男生永远无法理解说为什么女生出门一定要大包小包，我们就是觉得拎了这么大一个包包，即使东西没有用到，我们就是觉得很有安全感。安心，对，那个安全感是别人没有办法理解。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哦，如果没有电动尾门，你会少买东西吗？不会，少买嘛，对不对？没有，其实应该这样讲，因为像我喜欢户外活动，那我会带一些很多户外活动需要用的东西，那不见得我是去采购，那我还是会需要。那像有的妈妈，她可能是要放小朋友的娃娃车，对，那这些她可能一手还要抱着小孩，没有，她推那个娃娃车可能就有4个小时，很累了。对，然后还要开很重的车门，可能就会更累。有的还一打二，那更惨。对，男生比较在意的是实用的，那女性呢？其实对车子来讲，她还要提供一个幸福感。对，你会觉得那是一个幸福感，对，那是个氛围，还有安全感。对，那说到安全感，就讲到第二名就是倒车雷达。那倒车其实之前有很多新闻，就是可能倒车没有看到小朋友站在那，你说真的不小心撞到东西，那只是车损。那或者是说撞到人就惨了，对，真的不幸压到小狗小猫，可是你真的压到，尤其是你自己的小孩，那个痛是没有办法去化解掉的。所以如果有个倒车雷达，甚至现在就还更晋级到了一个自动停车辅助的功能，那你不管是倒车也好，或者是你要停车，其实说像我们去大卖场，像我们去路边停车格，这些其实对我们女孩子来说都已经不是难题了，都能够迎刃而解，所以这个系统它就已经排在第二名了。所以其实我觉得像纳智捷，它有一个透视的那个底盘，对，那个更棒。我觉得那个对女孩子来说真的很，就是很打动我们的心。没错没错，就是你连地面上有什么状况，因为我看它那个测试，它就是像有你要停那个机械停车位，那你要这样卡进去要卡准。对啊，那我觉得这个就沟槽，对，我们之前才讲那个沟槽很容易刮伤我们的铝圈，是的。可是有那一个，你就可以很准的去对到它，不会骑上去。对，没错，对女性的驾驶来说真的很实用。对，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然后再来下一个名次就是像一些数位连接的功能，像我们女孩子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要导航，我们要听自己手机里头自己下载的喜欢的音乐。那直接用像这样一个数位的连接，其实都很方便，所以这个也是女孩子排名当中，在第四名的。那第五名，我觉得这非常重要，因为我以前开的车就没有这些。你知道很多婆婆妈妈哦，还有姐姐妹妹团购车上的用品，除了可爱的饰品之外，最多的就是挂钩啦、餐盘啦，然后还有那种什么可以放鞋子的这种置物空间，置物盒。因为其实对我们女孩子来说，这辆车就好像是一个移动的房间，对，所以你会希望把自己的东西摆得好好的，然后要什么都是很便利的。那当然车厂它也会做了很多的，譬如说在车门啦，或是我们的中央扶手啊，置物空间，对，就增加了很多置物空间。但是像那个 CoPlus 它就有一个能够让你放鞋子在副驾驶座底下，对，你知道我以前的车没有，我还自己去买一个那种可以放鞋子的盒子。置物空间多重要，你知道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有女性朋友在车上化妆，就掉到椅子跟中船，就是排挡杆中间的缝，有没有？她也不剪，我也忘记了。就下一个看到的时候，这下子误会大了，不知道要怎么解释，结果还抓到，
好几只，都不知道失主是谁。所以我说置物空间对女孩子来说是有一些是小小的地方的置放的东西。那我记得有些车厂设计就内装很漂亮，圆弧的，但是说真的，你连一个手机要放的地方都找不到，对，那个就很麻烦。我就不说哪一台车，我记得它的这个中扶手啊，我只要手机一放，结果啊，我排档就没办法排到 P 档，它就卡住了，对，然后只能到 R 档或 N 档的距离。所以我觉得说，在设计车子在设计所谓内装之外，除了美观功能性之外，其实对于像刚刚嘉颖说的，在置物空间的设计上，其实也可以避免掉一些危险，比如说被女朋友发现，这个危险，很危险。还有像有一个我觉得还蛮有感的，像 Volvo 的 XC 四十，我那时候试的时候，它有一个垃圾桶。对哦，那个真的是，因为平常我们女生一定会买一个可爱的垃圾桶放在旁边嘛，副驾或者是后面，可它就是会滚来滚去，其实还会吸附在地面上。可是如果要是有人坐进来之后，你就要把垃圾桶稍微移动，但是它自己就附上原厂的，是原厂的小垃圾桶。我觉得那就非常的贴心。那个挂钩有没有也是一样，就靠脚的地方。我阿米耍挂钩吗？对，我阿米耍挂钩，不然真的不知道要放哪里。对啊，就汤汤水水的。那像有一些妈妈可能后座会载小朋友，那像雪铁龙的那个毕卡索，它后面就有一个餐盘，还有固定绳，所以它已经本来就有这些配备，你也不需要说像我们有时候团购，哎，买了就发现不合。对，所以它原本就有这样的配备，那让我们女孩子来说，使用上是更便利的。